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讲了六腑病机当中的胆的病机，它的病机特点：胆湿疏泄、痰热有心。我们现在学习胃的病机。我们在学脏象学说的时候，讲胃的生理功能，胃主受纳腐熟。而胃的气机升降的特点，胃一降则和，它的生理特性，喜运勿躁。因此，胃的病机特点主要表现为受纳腐疏功能异常，和胃的气机失常，表现为胃食合降，甚者胃气上逆。第二点，我们讲胃的具体的病理变化：一、胃气不足，又叫胃气虚。胃气不足是指胃气虚损、功能减退的一种病理变化，它表现为一、胃受纳腐疏功能减退，不能纳，因此这种病理现象表现的特征是胃纳不佳，常常我们用中医的术语，西称用俩字叫纳呆，纳呆。甚者不思饮食，就没有食欲，不是饮食。二，表现为胃一降则合的特性异常，胃湿合降。胃湿合降，它的这种病理变化的特征，表现为脘腹胀满。就胃湿合降，不仅仅表现为气机有上的趋势，一不降的趋势，而且更还表现为气机失和，因此还会出现胃脘隐隐作痛。胃湿合降进一步发展，就会导致胃气上逆，应降反升，会出现嗳气、恶逆、恶心、呕吐，这是胃气虚的基本病理变化。由于脾和胃的关系，所以胃气虚常常与脾气虚同见，最终形成脾胃气虚的病理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习惯常常讲脾气虚、脾胃气虚、胃气虚、脾胃气虚，在中医使用这么多术语，都在回答一个什么问题？脾胃的气虚功能低下，常常都把它们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一个同一内容，除了这么多术语。所以习称脾气虚又叫脾胃气虚，说胃气虚也称脾胃气虚，它的道理就在于此。我们现在应该严格区分开来。那么胃气虚可以累积脾，使脾气虚，最终形成脾胃气虚。脾胃气虚的病机和它们病理变化所表现的特征，与单纯的胃气虚和脾气虚是有差异的，所以应该把它们严格的区别开来，而不能当作一个术语来使用。第二，讲胃阳虚。胃阳虚又称胃虚寒，又称胃阳不足，是指胃阳虚气弱所引起的病理改变。它和胃气虚的差异就在于它有阳虚外寒的表现，阳虚的寒的表现。它们相同的，一受纳腐疏功能减退，都可以出现纳呆、不思食；二，可以表现为胃食合降，甚至胃气上逆。受纳腐疏功能减退和胃食合降，乃至于胃气上逆与胃气
不足，胃气虚相同，它的病理变化机制。不同的有明显的，不仅有气虚，而且还有明显的阳虚外寒的改变。那么它的呕心呕吐，呕吐物要和胃气虚会有区别的，不仅有全身和局部的寒象，局部的也会有差异。这个同学们将来在症候学的时候进一步去学习，分别他们的对症状进行鉴别。在这里我们讲它的机制。那么胃气虚、胃阳虚都没有胃气虚发展而来，它和胃气虚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明显的阳虚外寒的征象。胃阳虚要必然影响到脾阳，最终形成脾胃虚。脾胃阳虚和前面讲的脾胃胃气虚同样的道理，我们习称脾阳虚叫脾胃阳虚，胃阳虚叫脾胃阳虚。仍然需要把三者的概念的界明进一步的分清界定下来，它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重要是个实践问题，所以应该仍然是把它区别开来。第三，胃阴虚，这是我们讲胃的病机里面一个重点。所谓胃阴虚，是指胃的阴液亏损、功能失调的病理变化。它的病机特点是胃的阴液亏虚，虚而有热，纳俗功能减退，胃湿合降。胃中阴液亏虚，导致阴液失阳，所以会出现肝阴精亏少的特征。肝表现为口干便捷，胃阴虚多大便秘结，口燥渴，口干。再一个特点叫舌光红无苔，过去讲脾就讲到他们共同特点，表现为阴虚之极，将来学诊断有个镜面舌就光红无苔。那么胃阴虚影响了胃的受纳辅助功能，表现为受纳辅助功能减退，它的特征除了纳呆脘腹胀满之胀闷之外，胃阴虚的表现虽然以大便秘结为主，大便秘结为主，这个秘结严重的程度就表现为状如羊屎。阴液亏损，这个胃阴不足，这个纳俗功能减退，不仅纳呆脘腹胀闷，常常会有这个胀薄而胀的特征。胃阴虚既感到薄，就像石积那、这个石积停留在体胃内一样，有石积的感觉，而且是胀，有饱胀特征，它和胃气虚都有所区别。胃湿合降，它的特点讲表现为泛恶干呕，就泛泛欲恶干呕，总觉得恶心，吐不出东西来。纳俗功能减退，胃湿合降，与胃阳虚和胃气虚它们有共同的机制，表现有所差异，表现差异。那么胃阴虚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有典型的阴虚的改变，典型阴虚的改变。胃阴虚常常和脾阴虚同时发生，互为因果，最终形成了脾胃阴虚。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医历代文献上常常把脾胃阴虚、脾阴虚、胃阴虚混称的道理。由于脾胃的性质、生理特性不同，所以这三个概念必须严格界定开来。前面我们讲脾阴虚，从治疗上强调是用肝胆，那么胃阴虚既轻的要用肝寒药物治疗，一个是胆，一个是寒。那么如果说脾胃阴虚都相同，那么既要有肝胆也有肝寒，
所以把这么概念要严格区分开来。胃阴虚，从它发生的原因来说，常常是有治疗食物所造成的，就医生啊，有医生治疗的结果造成胃阴虚。说这个人胃阳虚，经那就是温补胃阳是正确治疗吗？正确。但是阳温热药物，它既能够驱散寒邪，同时过度就是过剂就可以损伤人体的阴液。所以治疗慢性胃炎，常常胃寒的慢性胃炎，胃啊痛，那知道吃了很长时间，最后来患者看着舌头发干，他患者告诉口干，甚至这边舌头红了，那么有经验的医生立刻就判断胃阴已经损伤，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胃阳温润胃阳的药物，而这开始用滋补阴的药来治疗了。这真正是在有热盛伤阴或其他脏腑引起的阴液造成的胃阴虚。血瘀在治疗过程中处方遣药把握不当所造成的胃阴虚，以后者为多见。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治疗。前面讲啊，保护胃气，在调整根据胃的特性，喜运物燥的特点，即使有湿邪，寒湿也好，湿热也好，无论是用苦寒药物或者是用温热药物，都要注意不损伤胃气，尤其是注意不损伤胃阴。这在当前现实的慢性胃炎和溃疡病治疗当中，表现胃阴虚者是非常多见的。前面讲的都是虚胃的虚的病理变化，下面讲胃实的病理化，这是个胃寒，也叫胃寒实。所谓胃寒，是指寒邪犯胃，阻了胃的气机，导致的病理变化。它的病机的特点是胃中寒实，就寒实犯胃，导致胃食和合降，腐熟功能低下。寒为阴邪阻遏气机，所以胃寒实它最重要的病理改变就是胃的气机阻滞，表现为胃脘疼痛，而且这个疼痛与胃阳虚也可以出现。胃阳虚那么就痛似交缓，甚至悠悠作痛，而胃寒实寒邪储重引起的胃的气机阻滞一定是疼痛激烈。不仅如此，寒邪犯胃还能够引起胃气机伤逆，而出现恶心呕吐。其中以气机阻滞表现了胃脘本身的气机阻滞不通而疼痛最为典型，是它的特征性的改变。胃寒湿与胃寒湿相对有胃湿热，我们又称之为胃火、胃热、胃热之盛。所谓胃热胃火，是指胃中火热之盛的实性病理变化。它的病机特点：一、胃蒸湿热极致；二、胃湿合降；三、受纳腐熟功能亢进。热血止盛也要影响胃的气机，使气机发生阻滞，因此它和胃寒湿一样，同样可以引起胃脘疼痛。但是呢，它那个疼痛特点和胃寒湿不同，胃寒湿是冷痛，它是热痛，特点有烧灼样的感觉。它腐熟功能亢进，就胃火盛，腐熟功能亢进，把它这个症状特点，中医描绘成典型的叫消谷散积积，就是消化的快，饿的快，表现腐熟功能亢进。热血阻滞于胃，影响胃的气机，表现为胃湿合降，同样会出现
嗳气、恶逆、恶心、呕吐。与之不同的，与胃寒实、胃气虚、胃阳虚不同的，它突出特点表现为口嗅，口嗅，口中有嗅秽之气。这它胃热本身特有的胃湿合降的特征，有口嗅。这在临床现在这个病不少啊，什么检查望闻切检查什么也没有什么特性改变，你病变寒而虚没有什么特性，就是口中嗅气，来说告诉就口嗅。那么也可以有寒虚实，但是一般来说以胃火为多，胃火出了影响了胃的气机，影响了胃的辅助功能，使胃的气机上逆之外，胃火还有一个特征性改变，仅仅表现为齿龈肿痛、红肿疼痛。在这种情况下，用病机学术语叫什么？叫做胃火上炎。因为齿龈是阳明经循行的部位，按经络学说，胃是主阳明胃，大肠都是主阳明，都是阳明经，手阳明大肠，足阳明同明经，所以一上一下和齿龈相连。说胃火上炎，循经上炎的什么呢？是循阳明经到达齿龈，引起齿龈红肿疼痛。仅仅在这种情况下叫做胃火上炎，不是这样的病理表现特征，只能叫胃热之盛，而不应该叫做胃火上炎。这是胃的病理机制，胃的病理机制，几种病教了几个概念，其中胃阴虚最为重要。辨别胃的病机，实证的寒和热都好区别。那么虚重的气虚、阳虚、阴虚，因为胃气虚常常脾胃气虚，说胃阳虚常常脾胃阳虚，说胃阴虚常常脾胃阴虚，需要区别开来，单纯的脾气虚、脾阳虚、脾阴虚，胃气虚、胃阳虚、胃阴虚，和脾胃气虚、脾胃阳虚、脾胃阴虚严格区别开来。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脾胃之间的关系的，就反复强调了，两者阴阳截然相反，性质相反，气机的运行趋势也截然相反，所以要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下面讲小肠的病机，小肠的病机特点，小肠受成化物密别清浊，因此它的病机特点就表现为清浊不分，二便异常。第二点，我们讲小肠的病理变化。小肠病理变化，它的病机最多见的，一小肠虚寒。严格来说，我们前面曾经提到了小肠的虚寒，严格它表现为二便异常、清浊不分，本质上就是脾胃虚，甚至进一步发展脾肾阳虚。它突出表现为消化吸收功能异常，影响了受成的功能，就会出现食入腹痛、进食以后脘腹疼痛，甚至出现呕吐、拒食、拒不受纳，它不能撑，它就出食欲化物，就是它消化功能、运化功能失调，它就会表现腹胀、顽固不化。那么密别实施就能不能分清密浊，习惯上一般用吐泻并作，就上吐下泻同时出现，结出来的病机叫做密别实施清浊不分。这是小肠虚寒，严格来说它是由脾阳虚和胃阳虚，特别是脾阳虚运化水谷功能、运化水湿的功能异常，稍纵表现为消化系统上，它的具体的病理变化特征表现在大便的性状的改变，由脾阳虚进一步
闭眼四道的肾阳虚，形成脾肾阳虚。真正典型的小肠虚寒，事实上就是脾肾阳虚。从小肠病机制角度说，叫小肠虚寒。我们前面讲说，小肠的生理功能，力通通属于脾胃的功能里面，纳入了脾胃的功能范畴。小肠实验，我们在讲心与小肠相标里的时候，也曾经讲过了，说小心火下于小肠，或者是湿热下注，湿热下注。实际上，这个湿热下注，体内湿热下注在什么地方？实质在下注是膀胱湿热，湿热下为膀胱，膀胱湿热表现为尿的迟、涩、痛、短，甚至出血。如果没有心火上炎的改变，那仅仅是小肠湿热。小肠湿热又叫小肠湿热，说叫小肠湿热是从它病机来说的，从它的致病因子来说，本质上小肠湿热或者小肠湿热实际上是膀胱湿热，因为主要是小便的改变。如果有心火上炎的改变，这个时候叫做心一热于小肠，仍然是以小便的改变为主。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那么从病机学来说，从发展规律，心火下于小肠，最终的病理结果仍然可以称之为小肠湿热。下面呢，大肠，大肠者传导之官，大肠主筋，因此大肠的基本病理变化是表现为传化失常二变异常。大肠的基本病理变化，一，大肠虚寒。我们在讲大肠的功能时候讲到，说大肠的功能仍然是同小肠一样，同属于脾胃的功能范畴之内，所以大肠虚寒，严格来说，就脏腑来说，实际上是脾肾阳虚，本质上是脾肾阳虚。但是它表现的特点呢，一有阳虚，二有传化失常，主要表现为大便的改变。大便的改变可以表现为主筋的功能异常，表现为泄泻，或者是肠虚滑脱，也可以表现为寒凝便秘，就可以便秘，也可以泄泻，大肠虚寒。将来同学们的学习临床课有便秘一个病，老年人最多见，大肠虚寒引起的便秘，就阳虚便秘，本质上是脾肾阳虚，需要温运脾肾之阳，大便才能通。这是一，大肠虚寒主要表现为大便的改变。二，大便易亏，是指大肠易亏是指大肠的津液不足，使肠食于濡印引起的病理变化，表现为传导失职，就是大便秘结，排便困难，就便结难结。大肠易亏到严重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腑气不通。腑气不通的结果，浊气上逆，最典型的改变叫口嗅，还可以出现腹胀腹痛，其中最典型就是腑气不通的口嗅，影响了传导，那么大肠的气机阻滞的胀，甚至甚者可以痛。这是大肠易亏，一般情况下这种病机的出现多变在阳盛则热，阳热伤津，阳盛则阴病，损伤了津液，这种情况下出现高热，发高烧的时候常常大便秘结。怎样解释呢？阳盛则阴病，邪热损伤了大肠的津液，使大肠津液不足，使肠的气机阻滞，传化失常，
第三叫大肠湿热，就是湿热蕴厥于大肠，导致大肠的传化失常，这种病理变化定义为大肠湿热。一，除了有气机阻滞的改变之外，它有腹痛，还有湿热内蕴的改变。它同样可以泄泻和泄泻，但是它表现为泄泻的性状会表现出湿热的特征。大肠虚寒、大肠一亏都可以出现，大肠虚寒可以出现，那么大肠湿热也可以出现泄泻，两者一寒一热，性质不同，一湿一虚，性质不同。主要气机在大肠湿热的主要气机突出表现为痛，更典型的表现为痢疾的时候出现里急后重，这样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气机，大肠气机阻滞的特征，在痢疾的时候变冷血，就痢疾。那么频频公测，每次排便之后换到一个突出的干角，仍然想排便，说频频登厕，便后欲便，用这八个字来解释里急后重，它表写了排大便这个特征。出现这种特征，概括起来叫做里急后重。那么什么原因呢？气机阻滞，是湿热蕴结而造成的气机阻滞。除此之外，大肠湿热常常还能够热邪湿邪蕴结在一起，损伤肠道的络脉，损伤肠的络脉就会下利冷血。这是大肠湿热，将来同学们学习内科学，学习泄泻和痢疾的时候，特别是学习痢疾的时候，上述那个病机常常用大肠湿热来解释它。大肠热结，大肠热结是指邪热与燥湿搏结导致腑气不通的病理变化。这个定义来自于《伤寒论》《阳明经病》《阳明腑实症》，是用《阳明腑实症》的病理机制，就是用这个大肠热结，用现代语言叫大肠热结来概括的。所以它的病理变化，由于邪热与燥湿搏结的结果，使腑气不通，表现为一燥湿，叫燥结成湿。怎样理解燥结成湿呢？那个《伤寒论》的那个阳明病、阳明腑实症，它的产生是因为有邪热和肠中有没有传化出去的糟粕，称之为燥湿。热与有形的燥湿糟粕相交接在一起，阻滞了肠的气机。它表现的特征叫脾满燥湿坚，主要是胃腑症状。脾最轻的，满，脾满就感觉满的感觉而不同，满肚子胀。说燥湿，燥就是指着肠中有没有排出的糟粕，那叫燥湿。说坚是指医生检查这个病人的腹部按诊的时候，说患者腹痛剧按，甚至可以摸到有形的条状物，脾满燥湿坚。解释这个病理现象的产生，它的机制，用邪热和燥湿相搏结这个机制来理解它。是疼胀满脾满腹痛，是指腑气不通，气机阻滞，
除此之外，说邪热与燥指伯结，腑气不通，这样一个机制也可以表现为热结旁流，出一个新的词叫热结旁流，是阳明腑湿症一方可以单独的表现为大便秘结，脾满燥湿间，就是大便干燥排泄不下来，高热，也可以表现为尽管还有脾满燥湿间，但患者常常是表现出排泄出来的稀的有嗅味的，而排泄不出来，状如羊屎粪块，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热结旁流。三后论讲叫自利清水，一面脾满燥湿间，另一方面排出的便是稀便，但这个稀便应该是有恶臭味的。虽然三后论讲，少阴篇里讲，阳明篇里讲，那么讲叫自利清水色存清啊，色存清，这个清应该理解为有臭味清，体现它那个热的。这在燥热内结，腑气不通，就大肠的热结也是经常出现的。一派实热症本应大便干燥排便困难，可是他却排除了稀粪，既有脾满燥湿间，那么又有稀便排出来，那个热结就是指那个燥湿与邪热与燥湿伯结，又可以摸到有形的条形物。旁流形容哈，那有在肠道既有燥湿在那阻塞排不出来，而由于热邪排溢下去，排进下去，用这个叫邪热排进下去，仅有一点水分都逼排出来了，结果排出来是稀粪，水排出来糟粕应该没排出来。这是大肠热结它的病理机制，这和前面讲的那么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概念就是来源于三哈论里阳明腑湿症。大承气汤、调味成汤、小承气汤，特别是小承气汤、大承气汤，尤其是大承气汤，到了大承气汤就用典型的表现为燥湿与邪热相搏结，引起腑气不通，或者表现为大便秘结，或者表现为热结旁流。那么全身的症状表现特点集中起来，就用脾满燥湿间来形容他们特征，把这个病理现象的形成，把它机制称之为大肠热结。注意这个大肠，我们在这里讲病机，这个大肠热结限定在邪热与燥湿相搏结导致腑气不通，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大肠的病机就大肠热结，稍微难一点，其他的几个病理机制概念都好理解了。将来同学们在学三哈论的时候会进一步来理解大肠热结腑气不通，学到三哈论的阳明篇阳明腑湿症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理解。最后膀胱的生理功能就是气化功能，湿二便的开合，所以膀胱的病理特点是膀胱气化湿湿，小便异常，一叫膀胱虚寒。实际就病机的本质来讲，实际上是肾阳虚。那么肾阳虚损的结果，导致膀胱虚寒，使膀胱的气化无权，表现为膀胱湿热，就是开合功能失常，这开的多，合的少，叫湿热，膀胱的不摄功能失常，实际上
彷徨失约，实际是肾气不顾的一种改章，肾阳虚，肾实色纳逢常，表现着肾气不顾的表现。因为它表现典型的虚寒的征象，所以我们说肾阳虚。那肾阳虚导致肾气不顾，就肾的固摄功能失常，使彷徨失约。它出现小便异常特点就是尿频，小便的性状改变清长，甚至可以夜尿、遗尿、小便失禁，就是彷徨失去了固摄功能，本质上是肾气不固，肾的固摄功能失常。那么为什么不叫肾气不固呢？因为它有虚寒的征象。说肾阳虚，通过肾气不固这个机制，使彷徨之气不固，不叫彷徨不固，叫彷徨失约。彷徨不能固摄尿液，失约开多合少，甚至只开不合，因此就出现除了小便的性状发生清长，意味着它是寒之外，更重要表现尿频、夜尿多、遗尿，甚至小便失禁或者尿后余淋，就六膀胱病机一样，叫膀胱虚寒，本质上是肾阳虚。具体的作用机制是实际上是肾气不固。膀胱湿热是指膀胱本身湿热内蕴的结果，影响了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气化能表现为气化不利，气化不利。它的特点仍然是表现在小便上，包括性状的改变、排尿感觉的改变以及尿液本身的改变。尿液本身小便混浊，或者是尿血，或者是尿中有沙子，排尿的感觉尿道疼痛，甚至尿闭排不出尿。它有典型的湿热的特征，因此叫做膀胱湿热。膀胱湿热和小肠湿热，小肠湿热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讲小肠湿热的时候，仅仅它表现为尿液改变短、迟、涩、痛，没有强调尿浊，特别是尿中有沙石，那就小肠湿热。而膀胱湿热除了和小肠湿热有相同的机制外，更重要的强调是尿液混浊，突出强调那个湿。我们讲湿邪，它的性质湿性粘滞，其中它表现为症状的粘滞性秽浊不清啊，尿液混浊。其次还能排除尿湿，或者出现尿中有沙石。我们讲病理常识讲过沙石多因湿热积聚的结果，那这就是小膀胱湿热与小肠湿热的区别。那么心一热小肠，就心火下炎影响着小肠，会出现小肠湿热。那么膀胱湿热，就膀胱湿热，湿热和小肠湿热有联系也有区别，有热湿轻重有差异，具体的机制有差异。小肠湿热重点强调这个湿热湿，强调个湿，湿热蕴结，定位仅仅是尿液的改变，而突出表现尿液混浊，尿中有沙石，严重的会出现尿闭。将来同学们学内科的时候，叫有个病名叫脓闭，脓闭。闭是一点排不出尿，脓还多少点滴，能排出点滴的尿
称之龙。那么一点不能排出来叫做弼，把这两个同的通称习惯上定名叫龙弼。这是膀胱的病理机制。到此为止，我们把六腑的病理机制讲完了。六腑的病理机制集中而且是重点在胃，其他的六腑其他的都与相关脏腑有关。那么最后六腑当中最后一个叫三焦病机，在这里就只说一句，因为三焦病机在六腑病机当中实际上就是说上，它的特点就是上中下三焦所属脏腑的病理变化。从三焦这个角度来分析，实际上要想分析它的病理变化，三焦的病理机制概括了它病理特点，概括了上中下三焦所属脏腑所发生的病理变化。那么具体病理变化，一，三焦所属脏腑的病理变化；二，它特点，三焦病机强调是三焦为水液运行的通道，表现为水液代谢障碍。这个水液代谢障碍还不是强调的水湿痰饮，而强调是水肿，表现水肿。那么三焦的病理机制，记住这么两句话就可以了。它是通过脏腑具体的脏所属脏腑病机而体现出来，无非站在三焦这个角度，从总体上看脏腑发生的病理改变。我们讲了脏腑病机的重点，五脏病机六腑病机，其中以五脏病机为重点，六病机重在胃的病机。按照脏腑的分类，五脏六腑符合七风之腑，下面我们就要把第三部分把七风之腑的病机简单的介绍一下。七风之腑有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在七风之腑病机里面重点介绍女子胞的病机。而这个女子胞病机，我们来讲女子胞的生理的时候已经从生理上说来阐述它们。那么现在呢，在生理功能异常的时候，看它的基本病理机制与哪些因素相关。关于女子胞的病机，将来同学们在学习妇产科学的时候会有进一步去学习，在这里只简单介绍它一些基本概念，了解它的规律就可以了。女子胞病机的特点在经带胎产的异常，就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异常表现为经带胎产的异常。它的基本病理变化，就脏腑而言与心肝脾胃密切相关。我们在讲生理的时候讲，就心主血脉，肝主疏泄而藏血，脾胃为后天之门，强调在五脏系统当中心肝脾胃与女子胞的生理功能的关系，尤其是强调肝，女子以肝为先天，强调血海在女性生理的作用，因此在病理情况下也是强调肝的重要性。女子胞发生病理改变，它的基本病理机制是一，表现为气血不和，气血不和以气血为准，以血为准，那么血不和必然导致气血不和，出现经带胎产异常。除此之外，就全身性的气血不和之外，特征性的改变就通印气血不足，这两个机制存在任何一个都会导致剖宫的功能失调而出现经带胎产异常，可以由全身气血不和而来影响到剖宫的功能，也可以由冲印气血不足剖宫的功能不成异常，最终累积到全身引起整体的气血不和，两者可以有先后之差，最后
互为因果，最终的结果剖宫的功能失调，而表现为经带胎产异常。这是七横之府里面讲女子剖的病机，同学们自己看脑的病机的病机，我们在前面讲七横之府里相应的提到，脑的病机隶属于五脏，尤其宅之于心，都强调五脏与脑的关系，心与脑的关系，按照中医的情神志学说来理解脑的病机。至于脉的病机，我们从病机学来说，强调脉正常运行的条件，它脉为血府，一要求脉道完好无损，二要求血液充盈，因此脉的基本病理改变就是血液循行的异常。将来在经络学说，学习经络学的经脉的病后，十二经脉病后，还会进一步来理解来讲授脉的病机。我们在这里在七横之府病机主要是讲女子剖病机，上述的脑和脉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将后再学习经络学说和针灸学会进一步来讲授。到此为止，我们把病机学说里面的脏腑病机全部讲完。脏腑病机的重点在五脏病机，为今后学习辩证学、中医诊断学里面症候学，也叫辩证学，也是以五脏症候为主。将来到临床科的学习的时候，讲某一个病的辩证规律的，也仍然是以五脏为主，体现我们前面讲的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系统整体调节，来实现人体与内外环境的统一，始终突出五脏为中心，这降于脏而料于腑，这就是中医理论它一个特点。所以无论是生理病都体现出降于脏而料于腑。而七横之府常常都隶属于五脏里面，因此七横之府的病理机制无论是生理病理讲的更加简略，中医里的重点放在脏腑。这也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讲中医学的定义，它是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核心。我们在现在讲脏腑生理、脏腑病理，结合脏腑生理讲脏腑病机，这是一点。讲完脏腑病机还需要进一步强调，透过学习脏腑病机，一严格区分开来病机学的术语和症候的术语，讲述病机是为了阐述症候的发生机制，但是又不是一一对应症候的发生机制，这是一。第二，任何一个脏腑它的一个具体的病理机制，它可以表现为所属脏腑所有的功能失常，但更多的是某一部分功能失常。因此每一个脏腑它的功能失常，通过不同的病机术语表达它们各自的区别，因此就出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学习脏腑病机不仅要把每一个病机的内涵外样搞清楚，它的具体的机制的形成以及这个机制的演变，而且更重要的是用比较的方法在同一脏腑内相互不比较找出它们异同，把概念搞清楚，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去看每一个机制它自身的演变规律以及和其他脏腑在病理上的影响。
形成对病机学一个立体的思维概念，真正体现系统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就一个病机讲一个病机，孤立看一个病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讲授病机旨在探索病理演变的规律，演变规律为理解症候的发生规律，为理解某一个病症候演变规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这里强调是理论与实结合，每个机制它说明什么问题，它有什么实践意义，而不是就这个语言符号进行语义的算式，这样才能够呢把中医的病机学真正建立起来，真正能学到手。这里面在讲授病机当中，按照认知的规律，有的地方就讲到后续课程，讲到后续课程的例子，这也是咱中医基础理论学习过程中同学们碰到一个难题难点之一啊。比如我们联系到《伤寒论》，刚才讲大肠热结，讲热结旁流，那大肠热结《伤寒论》同学们讲高年级以后才能学习，那么不讲可不可以呢？按照脏腑的规律不讲，那每一脏每一腑的阴阳气血变化规律又不可以。而大肠热结的高度度概括，现在使用这个术语就是来自于用现代语言来描述阳明腑实症的机制，用现代语言高度的把它概括起来，所以在讲授的时候就不能不联系到后续课程。但是碰到这些问题中，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那么一把现在的概念搞清楚，二知道它从何而来，将来在学习相关课程中来进一步理解中医基础理论病机学的概念。这是学习病机学脏腑病机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按照病机学的范畴，我们除了讲脏腑病机之外，按道理还应该讲外感热病六经病机以及胃气阴血病机和三焦病机，这才构成病机学的完整理论体系。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讲呢？因为胃气阴血病机和三焦病机将在温病学里进一步去详细讲述，在中医基础理论里面每讲这一个胃气讲胃也好气也好阴好血好，都必须去涉及到温病学的具体的病它具体的规律，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又易于和温病学总论相重复。所以只提到简单的概念，那么剩下的由温病学来讲授。讲一下温病学，大概教材里面将三分之一讲总论，就讲胃气阴学它的生理病理它的演变规律，那么放那去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医基础理论课本科学生使用的这个讲这个中医基础理论课不讲六经病机和胃气阴血病机三焦病机的道理。只要把脏腑病机学好，就可以将来为学好六经病机三焦病机胃气阴血病机奠定良好的基础。将学习伤寒论和温病，不论是六经病机胃气阴血病机还是三焦病，最终的点还得落实脏腑上。这节课到这里，休息。